友。你带他们来看房子啊？嗯，多马斯是做家具的，就当作是送你们安心家的礼物。谢谢世熙姐。是是是。我希望呢 ，Boss 可以赶快复职啊！总监，欢迎你回来。我们欢迎你。只不过我觉得，既然大家都已经成年长大了，是不是相处的模式也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呢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，TGBS 欢乐台最佳拍档。